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废材幽灵。这一期给大家带来朽木白哉的中景白帝剑的一个超杀演示。首先，咱们还是积攒一下我们的燃烧值，顺便还是看一下一些小技能和小必杀技。首先看一下千本樱景炎，然后在空中还有一个，这个可以连点啊，连点一个大爆炸，非常爽。白哉和一护啊，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角色啊，因为他清扫战场打的实在是太快了。好，还差一点，咱们的这个燃烧值就挤满了啊，已经挤满了。我们现在直接是放大招。白帝剑。非常的帅气。 OK， 咱们这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